OK，好，我常常问小孩一句话：Are you ready？那你们就要说 ready 对。对，Yes 好，那我们请印尼组的呢，上台来，我们要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温馨演唱会。所有的俊男美女都在我们这一组，有没有赞同？今天呢，我是说今天哦，别天我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的俊男美女都在这，认不认同？认同哈，好。那在座呢，我相信哈，我们百人合唱团都有一个惯例啊哈，就是台上的人要帮台下的人拍手，来拍20下，开始。好，那既然他们拍20下，所以我们台下的人要拍。哦，30下，谢谢谢谢，好，欢迎大家呢莅临我们温馨演唱会的现场。那当然，我们的第一首诗歌，我就是要来唱给大家听，也是唱给我们天上的父听，因为我们歌颂我们的天父，因为他真的好爱我们了，也好爱我们的印尼族哦。哈，我们现在我们要来唱第一首诗歌，歌颂主爱。好，谢谢我们印尼组的第一首诗歌。这个诗歌里面说，主爱永不改变。看这边坐最前面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好，接下来呢，我们第二个呢节目是，当然是由我们今天的美女啦，第一位美女，她真的好勇敢哦。我们刚开始说哈，我们要用抽签的，结果他们说不要，他们就自己协调。结果协调的时候呢，就有人自愿。第一个人，他刚刚很紧张来跟我说：“对不起哦，
我的声吼可能缩起来啊。意思就是说他声音突然间好像没有声音了，不过我相信哈，他唱这首诗歌之后，我相信他的声音就会开了。他唱这首尽情的敬拜，愿他呢今天的声音真的可以在这个敬拜里面，这个歌曲里面得到释放，得到开声，好吗？欢迎我们陈小姐。我们军医那个甜美的笑声有没有影响他的歌唱？没有哦，给他加分，对不对？对，所以哦，第一个哈、哦、不惧怕，因为有我们的天父，对，一切都归荣耀与神。Yes， 好。第二位呢，他今天要唱的这一首歌叫做《总统蒋公纪念歌》。将功，巍巍他。
终于了了他一桩心愿了，他唱给大家听哦，哈！而且我觉得又勾起那一年的回忆了，因为我们当初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就是这首歌哈，要来拿来怎么样做比赛用，就是音乐会的每一首的必备的歌曲哈。好，接下来呢有两位帅哥啊，这个对帅哥啊，没错啊，那你们以为他是哪一种歌呢？好，帅哥哈，这两个帅哥，乔安跟俊龙，所以他们要常回家看看。好，那待会等一下，还没，他好想唱，好吧，就让你们来先唱吧，来吧。找点空间，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
台上祝愿，带领一班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回家做多大贡献呀，一年也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回家做多大贡献呀，一年也不操心，就等着平平安安。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带领一班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的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回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回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东操西就等个平平安安。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老人不图儿女回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回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能够平平安安。这首歌呢是在大陆的沿海，他们就是已经出来工作，从内地出来到那个沿海，所以呢他们就会常常就想要很想家，想要回家，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都没有办法回家，所以呢就会做就是口喘相讹的这样的一个诗歌一个歌哈。然后呢不晓得我们大家有多久没回家了，好，回自己的家。回自己的家，那没有回到家的麻烦呢打个电话，听 让老人家们呢听听您的声音，他就非常的开心了。好，那如果在天上的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常常思念爸爸，对我们用他的青春换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那也是非常棒的。接下来呢有一位漂亮的熟女，我每次看到他要来温馨演唱会的时候，他都一定是盛装打扮。对，那今天他穿着不是大紫，他大红。对，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慧英姐来唱这一首《燕南飞》。这个盛装啊，是因为都是结婚那时候的衣服啦。所以就不穿也可惜嘛，就趁这个机会来，本来要丢掉哎。好，谢谢。深深心已碎。
也盼天天早来归哦。谢谢我们慧英姐哈，带来这么有那种古典美的音乐哈，跟她的打扮真的很棒啊哈。好，接下来呢，由我们廖琳美丽呢要来带两首的日本歌曲哦，这个我自己也不会念嘞哈，好，只会念一个阿里嘎多。好，没有，只是秀一下下哈。好，他这两首歌呢，是从我们我知道的啦，是从那个台语诗歌里面的迷路的人当回转的那一首调调，你们大概听就大概知道了。还有一首就是在说上帝创造这个天跟地，好，然后有很多的曲调，但是你们一听你们就知道了。我们欢迎我们的廖琳美丽。孔孟话已经五点了，所以可以说晚安。那个这个日语哈，我一点的时候，我跟小文老师哈就是这样的稍微练一下，我不很熟，所以请大家包容。
哈利路亚 ，OK， 好好听哈、哦，好，那唱的只有今天是第一次，哦，好，就是第一次就可以唱这么好，那再多练，哦，是，好，好 ，OK， 好，接下来呢，这一两首诗歌呢，是由我们的正妹啦，婷婷哦，哈，她选的两首歌，那我们的熟女易妮呢，就是陪唱的哈，对呀、啊，正妹跟熟女这样有什么不对呢？好好 ，OK， 好。西风的话跟甜蜜的家庭，就是婷婷说啊，她从小的时候，爸爸就是在唱这个歌给她听的啊、所以她的印象非常的清楚，而且她很希望在借这样的一个温馨的演唱会，也刚刚好呢是在父亲节的前夕呢，献这两首歌给在座的每一位爸爸。所以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的婷婷跟易妮来演唱。
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们婷婷哈，从头到尾就在。啊，我觉得哈那个温馨的感觉又冒出来了哈，就那一年我们也是这样子唱歌，啊，真的好温馨哈。好，接下来有一个人很勇敢，他哦不要钢琴，也不要有我们陪他唱，他说他一个人要唱，因为呢他说他想要告诉上帝说我好爱他。那他也要告诉你们，上帝也很爱他，所以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李秀然小姐来唱两首的经文诗歌。杰美老师，我都没有看到小孩子，都没有看到小孩子，现场都是大人，我还在门牙还掉了，我还在长乳牙，有一个吗？啊，真好。唱给你听，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要把圣经用唱的，圣经就是神的话，他们刚刚唱的都是人的话。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灵粮，唱圣经可以背圣经，也可以激励我们的信心。再过几天就是父亲节了，我们的天父要我们怎么做呢？唱给你听。我要将你心归我，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道路。天父的要求，我们要怎么做呢？唱给你听。父啊，我将我心归你，我将我心归你，我的眼目，我的眼目也要喜悦你道路。这经文在箴言23:26，对不对？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的身体，互为肢体的我们要怎么做，我们的天父才会赐福给我们呢？唱给你听。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说明定的福，说明定的福，就是永远永远的生命，就是永远永远的生命。会唱的我们一起再唱一次。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黑门的甘露降在
在西安山，真会在那里有耶和华，说明定的福，说明定的福，就是永远永远的生命，就是永远永远的生命。这经文就是诗篇一百三十三篇，唱圣经可以背圣经，简单吧？喜欢吗？喜欢吗？谢谢。我们又学到了，唱歌真的是可以背经文哦，常常让我们的生命的灵粮呢，在我们的嘴巴里面呢，然后呢，受到神的祝福哈。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这一组哈新进的一个团员哦，我们都叫他王大哥，他真的是大哥哦哈，大哥级的，对对对对对，你等会出来看你就知道，他一定是大哥嘿。好，好，他今天呢要为我们唱一首啊，我觉得好好听哦。嗯，唱给你听了哈，不是我唱哦，是我们王大哥唱，依然在我心深处。好，我刚刚放出来。那个依然在我心深处是，我同学帮我挑了好几首歌，然后，中间的意义就是纪念这个爸爸过世。那正好今天的讲题讲到上帝的手，那我希望上帝的右手永远在我们的心深处。心真挚的海，从来不企图路，只是因在心深处常住，犹如葵花向日一片痴情和雨，人尽早明早日夕日暮，眼看你的妩媚花容喜已未枯，眼看仙女无法将你葬，我这诚心真挚双眼依然立住，要向你做无言情书，我的深情萦绕在这心头如许，萦绕心头此寸藤长住，这恨莫是想断红绡剪尽欢愉，是当初这梦永不辜负。谢谢。接下来呢，我们有一首英文歌。刚刚我们唱了台语歌、日文歌，好，很多歌。那现在我们要唱一点点难度的歌，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欢迎我们的曾家基弟兄要来唱这首《One Alone》。好，弟兄这边平安，平安，听到吗？好。自从上次演唱的经验让我知道，无论如何一定要试麦克风。因为之后还有很多人提起这件事情哈。
as a desert breeze. I may wander where I please, yet I'm keep on longing just to rest a while. Where a sweetheart tender eyes take the place of sand and skies. Oh, the war forgotten in one woman's smile. One alone to be my home. I alone to know her caresses. One to be eternally the one my worshiping soul possesses. At her call I'd give my all my life and all my love enduring. This would be a magic word to me if she was my alone. One alone to be my home. I alone to know her caresses. One to be eternally the one my worshiping soul possesses. At her call I'll keep my all my life and all my love enduring. This would be a magic word to me if she was my alone. 好好听的一首歌，对不对？我看我们大概要睡着了，对不对？好，也没有关系。接下来这首歌啊，我听的时候，我在第一次听的时候，我真的会闭眼睛哎，因为我想要感受那个千峰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穆大哥哈，穆俊龙穆大哥来唱这首《千峰之歌》。我的爸爸他是中风，那我的岳丈，就是我的岳父，他是因为肺部长期的有病痛，所以两个人都是在病床上折磨很久。那他们过世的时候，我发觉我好像没有伤，没有感伤，反而我会觉得说他们真的是习了世上的劳苦啊，这一点一直在我心中有的阴影。后来我看了这首歌，它是原文是请你不要在我坟墓前哭泣，就是这美国的哈，英文的。我能够很确信说我的爸爸跟我的岳父他们真的是用这样讲可能我不大会形容了，就过世得很愉快，因为他已经到天上去了。那这首歌是日本人翻译过来，然后他重新写谱，叫做《化成千峰》啊。因为我不是没理解哈，所以我日文不会，我就把它翻成中文来唱了。好，来，
哭泣，留下忧愁伤痛的泪滴。我不在那里沉睡，永远不起，是与主一起在乐园里，阵阵微风吹起，我的心就像微风陪伴你，在身手找几秒穹苍里，轻轻地和你偎依。在秋天时，随着和煦的日光流泻在无垠的原野上，冬天随着白雪的光芒，闪耀永恒生命的辉煌，随着清晨鸟鸣，将熟睡中的你轻轻唤醒，夜里在星光闪耀的天际，静静地温柔看着你。请你不要在我墓前哭泣，留下忧愁伤痛的泪滴。我不在那里沉睡，永远不起，是与主一起在乐园里，阵阵微风吹起，我的心就像微风陪伴你，在伸手找几秒穹苍里，轻轻地和你偎依，阵阵微风吹起，我的心就像微风陪伴你，在伸手找几秒穹苍里，轻轻地和你偎依，在伸缩于北的天家里，我们将会相聚在一起。有一天我们都会到，会回到我们的天家，所以在神所预备的天家里，我们都会相聚在一起。也因着呢，我们都是神为、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的一群人哦。好，然后接下来呢，当然这个穆可云啊，就是我们刚刚那个穆大哥穆俊龙的女儿，唯一的掌上明珠。好，那他今天呢要为我们来表演这一首那个陶笛，陶笛的独奏哈。然后我刚刚有稍微问他，我说你有学吗？他说没有。你看，可见哈，穆大哥的女儿真的很资质聪颖了哈，真的很棒，对不对？然后再来呢，他第一首就要吹那个水舞。我如果没有记错，水舞是一首土风舞的一首舞曲。那这首曲子哈，当然就有一点点快了哈。那我们待会呢就来欣赏呢他为我们准备的这两首水舞跟森林狂想曲。穆可云，
我看吹口哨也不会，他的吹那个笛子比较快了哈。对，所以真的很棒哈。好，接下来呢，是我的一家人，我的一家人，好，是真的一家人了、啊、哈。好，我的一家人呢，有我的先生启龙，还有我的女儿启，那个依琪，依靠祈祷的依琪，还有一个呢，浩浩就是荣浩，我们一家人呢，今天呢要在这里为大家表演一首《全世界我最爱你》。好，这个在最近的那个网络上面会有这样子的一首曲子。那这首曲子是在说爸爸，就在说这个爸爸。然后我们用乌克丽丽来伴奏，所以我们现在就欢迎我的一家人。因为我们最近、哦、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主日学，那主日学要献唱这一首歌，所以他们三个都有练、啊、只有我没有练，我只会弹 C 和弦、啊、所以我只能在旁边站着。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全世界我最爱你》，献给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父亲。青春为我
圣经上有一句话，我想，我永远会把它放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面，就是至于我跟我的家人必定在耶和华的面前来一定一生的来侍奉他。那最后呢，我们要请我们的印尼组的所有的团员，到我们的前面，我们要再一次呢跟谢谢大家，这么繁忙的日子当中呢，又抽空来为我们加油打气，很高兴，也很快乐，也很温馨，也很战战兢兢的，我们结束了我们今天所有的演唱。那特别呢，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小文姐，她帮我们从头到尾，好陪着我们练习，陪着我们练歌。好，然后我们要谢谢我们的那个穆大哥哈，跟印尼姐他们，虽然是我主持啊哈，可是他帮我们做 PowerPoint， 这都是他们出自他们的手。那谢谢他们，然后也谢谢在座我们每一个印尼组的人哈，都帮我们准备了一首歌哈。那虽然是在八月份，通常啊都没有什么很多人会特地来听，不过我们真的很就甘心没有每一个人哈都。真的不推辞哦，我们只要邀请他来参与我们的温馨演唱会，他都不拒绝。最后，我们用一首《爱的爱尔兰式》的祝福歌，祝福大家，也祝福每一位的家庭。谢谢。谢谢大家，我们大家一鞠躬，谢谢大家。